就是芥末。好高耸啊，真不愧是天梯。季阳姐姐的事，我一定会做到。我要阻止公公大哥。他们果然照出剑刃，再度出现了。木叶姑娘，我们要如何登上这株通天巨木，阻止他们？剑木看起来还在生长，他们此刻应该仍在地缝最底处的祭坛中。那咱们赶快前往地缝底处的祭坛。
好深啊！你们要登天就上去，绑在这里做什么？大家都想上天去，何必这样挡着不给过呢？没事就快滚！你不上去，别人要上去啊！上天大家都有份儿，快让我们过去！当初说好，只要共工大人回来，我们就能跟着一起登天。怎么现在还不放我们上去？共工大人，您快让我们登天呐！让我们上去啊！喂，跟说好的不一样啊！想聊？我妖族中人何时有这等废物掺杂其中？属下无能，为早日使圣主脱困，不得已只好让这些杂碎帮手。都是这些废物，难怪我的复生之妥当至今。今日圣主威能不减当年，属下不胜之喜，恭贺圣主回归。日后别再让这些废物污了我和季阳的眼。是。喂喂，聊够了吗？还登天不？走，跟随圣主，听圣主号令，登天取神力，赴我妖族荣光。跟随圣主，听圣主号令，赴我妖族荣光，赴我妖族荣光。啊，总算等到这一天了，就此回去吧。令人作呕的人世，蛆虫一样的人们，终于也到了灭绝的时候了。那些古造的羌人、妖魔之中，也有不少是跟随他们的。孟公竟然就这样对自己人出手！是啊，这么多人，哎呀，一下子就被消灭了。共工的力量竟如此强大，在极山那时还以为那就是他的实力，没料到复生之后能力竟是那时的好几倍，真不愧是一代水神。共工大哥拥有神力，又取回玄涛戟，他的武力自然不可忽视，只怕光凭现在的我们挡不住玄涛戟攻击，也只能过去了。是，也只能过去了。
看来，共工他们已登上了华胥国。月儿，你们果然来了。青云，你为什么要帮共工大哥和相柳登上华胥？开天门对你究竟有什么意义？意义很重要吗？我呢，只想要毁掉这虚假恶心的世界。相柳能够帮我把世上的人都毁掉，于是我选择帮他登天，如此而已。为什么以前的你曾经有多少次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，只为了保护一些身在危困之中的人？那时候你多么爱惜世上的人，多看重他们的生命，你难道再也不怜惜这世上的一切了吗？怜惜这世上的一切？问题是，这充斥着邪恶跟背叛的人间，有什么值得我怜惜的？专区，如今这被轩辕氏所保护的苍生只令我作呕。那个泥人不也是背叛了你们？而你们居然还能继续一起行动，这就是你们所说的什么友情吗？恶心，虚假，就像那名乐师一样，表面上一副与我交好的模样，但事实上呢，他为了达到他主人的目的，只是在利用我的情谊。谢谢你，青玉。青玉，待事成，我定亲自为你弹奏一曲。我定亲自为你弹奏一曲。亲自为你弹奏一曲。什么绝地天通，不过是包藏狼子野心的骗局，骗局。站开，别挡着我们阻止共工。既然你对自己所作所为没有悔悟之心，就别怪我对挡路的你下重手。悔悟之心？我吗？该悔悟的竟然是我吗？你们这些轩辕氏真是无耻啊。不过有件事你说对了，现在的我没有心，也不需要，因为他在当年就如同这样被毁去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树在摇。阿秋，小心！青云，为什么？你这是在自尽啊！给你们杀我的机会。
古法，御世神器了吗？没关系，就用尽我真身最后的力量吧。小子，想阻止共工，得要看看你们速度够不够快了。疯子，沐月，我们必须赶紧击退他，才能登上华胥国阻止共工，否则拖久了，只怕连我们大家都有危险。全毁灭了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一切都会和我一起粉身碎骨，包括你们在内，为我陪葬。怎么不继续崩毁啊？你们做了什么？诗的名字吗？青云，你想知道乐师后来怎么了吗？
什么？我听说月师兰陵，他为了救你免于神行俱灭，以伏羲琴身做媒介，稳固你的原形木身，再以其中神力凝住你的神识。我不知道他如何重聚剑木精元。他看这些兰陵花出现的景象，不难猜出他应是自我牺牲，将生命转化为修复精元的灵力，之后由轩辕后人放回剑木真身之中，让你再次苏醒。不过你的真身因为伏羲琴的神器之力，在没有精元的情况下自行回复，你因此获得的力量也远远大于他心中原本所设想的程度。他救了我。不，他背叛我，他背叛我，为何要让我继续活着？这算什么？凭什么？你以为这样做就能跟我一笔勾销吗？不准你以这种方式来救赎我。你以为用这方法就够了吗？我就会原谅你吗？不会原谅你，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不管是生是死，你的那些手段对我都没有用。兰陵，你以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吗？我永远都不原谅你。如果那时候他们知道会有这样的机会，还会选择相遇吗？兰陵，那个月师和青羽，好可怜啊。走吧。